防守反击怎么打，看完你就懂了。首先相持中出球要有一定的质量，通过前后左右调动来限制对手，而不是一味的给对手机会。在这种互锤的情况下，比耐心找破绽。其次，对手打出好球需要承认被动，将球挑高挑深，保护自己，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。最后，当对手耐不住进行强攻时，就可以借力打力，通过对角打一个时间差，随后进行下一拍准备。一般这个情况下，我喜欢采取侧身抓推站位。果不其然，对手送入虎口，完成终结。防守反击，你 get 到了吗？单打防守球路，接发推条底线，接吊挡中路，抓往前没成功，步伐补位回拉头顶，继续前后调动。坚持压头顶，对手抢到突击，但落点比较靠中，此时大对角空档明显，直接勾球反击，防守得分。